棋行天下，其乐无穷。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顶级赛事文评论道。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还是和大家呢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的焦点赛事，之后我们要请上的是王源八段和裘丹云二段，为我们继续讲解2013年金立智能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中的精彩对局。首届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国际预选赛日前在中国棋院结束。作为中国企业创办的世界大赛，本届孟百合杯吸引了来自日韩及欧美地区共计338名棋手报名参赛。经过4天的鏖战，最终中国有35位棋手取得了本赛的入场券，韩国获得了14个本赛资格，混血美女黑佳佳为中华台北拿到了一个出线权。算上种子棋手，在本赛的64强中，中国大陆棋手有41人，韩国18人，日本3人，中华台北2人。值得一提的是，老将常昊从预选赛打起，连闯2关，又一次顽强地出现在了世界大赛的舞台上。让我们为老将常昊的坚韧来致敬。要说孟百合杯不仅是为所有世界的棋手呢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能力的舞台，同时呢也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那上一点年纪的棋手们啊，或者是围棋爱好者们呢，都会了解啊，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更多的是日本的企业呢来赞助世界围棋的大赛，比如说 NEC 杯、富士通杯啊，以及丰田杯等等。而到了90年代呢，更多的是韩国企业啊异军突起，我们看到了 LG 杯以及三星杯。而在今天，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中国企业的赞助的世界大赛，比如说年初我们看到了英式杯，有这个春兰杯，而到不久之前呢，还有孟百合杯和百灵爱透杯。可以说中国企业赞助的世界大赛啊，那是风生水起，不禁让我想起了陈毅元帅当年的那句话，国运兴则棋运兴。好了，让我们再来回过头来聊一聊国内的赛场。第15届阿含铜山杯中国围棋快棋公开赛在中国棋院结束了本赛的预选赛。今年的阿含铜山杯预选赛的亮点无疑当属周贺阳九段。这位1975年出生的老将在决胜轮中击败了比自己小22岁的黄云松，奋勇杀入本赛。周贺阳曾经是2届阿含铜山杯的冠军得主，而另一位曾经是2获冠军的刘星七段也淘汰了世界亚军党逸飞，打入了本赛。在晋级本赛的棋手之中，还有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那就是小将连笑。在病愈复出之后，这位1994年出生的新秀在围甲联赛、昌棋杯、名人战和本届阿含铜山杯中均有不俗的表现，让我们期待又一颗新星的冉冉升起。好，聊过了一周的奇人奇事，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请上我们的老朋友王源八段和裘丹云二段，他们将为我们带来的是2013年金立智能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中的精彩对局。对战的双方，一位是重庆建设银行队的玉面杀手王琦九段，另一位呢是来自山东景之酒业队的新科世界冠军姜维杰九段。哎，两位都是大砍大杀型的棋风，攻杀是十分的激烈。好，稍后我们就请上两位讲棋高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和王源老师为您讲解2013年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7轮的一盘对局。那么我们为大家挑选的这盘对局呢，是由重庆银行队的王琦九段对阵山东景之酒业队的姜维杰九段。这两位棋手呢，说起来都是世界冠军级的棋手了，是是是啊，王琦要年长一点吧？对，他是84年出生的，而且呢，之前他是夺得过亚洲杯快棋赛的冠军，嗯，而且还夺得过一次三星杯的亚军吧，也是。他是对，很优秀、很全面的一位棋手。嗯、那么王琦啊，年纪轻轻，但是也算80后，是吧？对，是的，算80后、啊。而且现在依然奋战在一线，成绩依然很优秀。那么我们这次看到了之前的6盘棋当中，他们两个选手呢都是全部都出场了。嗯、王琦呢，他是取得了4胜2负的战绩。嗯、姜维杰呢是3胜3负。
那么我觉得这个成绩可能对于他们的身份来说，好像稍显得是不是薄弱了一点？哈哈，但是大家都是高手的话，两个人下总有一个人要输。对，所以这个胜率啊，但凡有什么几胜一负或者是全胜的，他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对对。那么你有胜负持平的，其实，在我们金立智能手机杯围甲联赛当中啊，这个成绩已经很好了。没错。可以说已经很好了。我觉得一方面也说明这个联赛啊，它这个竞争非常的激烈。嗯啊，你谁在这个联赛当中都不敢说自己的胜率如何如何高了。是是是。那么姜维杰呢，算九零后。对，是的。比王琦要年轻，他们年龄相差大概是六七岁吧，六到八岁之间。是的。哎，就反正隔了一个时代，但实际上呢，他也非常优秀，是世界冠军，而且这个在国内的好几个比赛当中也夺得过冠军。嗯，是的。而且他的棋下的，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很过瘾啊，他力量很大。力量大，对，很独特的力量。行，我们看看棋。嗯，这盘棋呢是王琦九段之黑，那么先走星位，再走小目。白棋下了一个二连星。对，很普通。黑棋中国流。然后。对。小飞手脚在这儿。姜维杰这个星位小飞手脚应付大模样下的非常多。哦，哎，他就这个东西比较了解哈。对，看他的棋，他布局很奇特。嗯。那么上来白棋的第六招，黑棋的第七招，可以说这两招棋呢，我们要艺术夸张，要形容一下的话，可以说分别是两个流派。白棋的这个小飞，嗯，可以为了称谓的方便，可以说他是姜维杰流。因为刚才说了，他确实在这个白棋直白的时候，小飞手脚比较多。嗯。而右边这个特殊的定型，就是中国流小飞手这个脚，他这个意境也是很好的。这招棋呢，在我的记忆里，类似的棋形我最早见到就是王琦。哦，是吗？对，所以这个也可以称之为王琦流。哦、这个是姜维杰流，王琦流啊，挺好。那么下成这样之后，白棋下一招姜维杰又是很奇特的一招。何招？他是这个。这边对。对。他没有在星位下边。他不是在中间哈。对。他认为稍微调整一下就。过来一路。哎，他有他的一些感觉和设想，也许。对，总的来说，我觉得小球我们棋友看这一棋呢，续盘阶段大体上方向可以的，这些棋都可以下。没错，这个其实我们不用太计较这一路还是这一路，他们因为作为顶尖高手嘛，他这一路他是要斤斤计较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区别不太大。嗯，很好，这布局我们不打算把这个脚步在这停着就不动了，但是要简单提到，你比方说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开阔，上面也很宽，假如黑棋占这个大场，白棋是不是打算要走这个？哦，假如白棋打算要走这个，我们就会发现呢，这两边棋盘的上边和到这儿彼此完全一样，就是白棋也是星位加小飞加拆边，黑棋也是星位加小飞加拆边，所以棋盘的这个地方南腰以上是完全一样，就是底下不一样。那么下边这个不一样，下边是首先黑棋这两个子和白棋这两个子相比，嗯，怎么回事？它是这个好像也很难说谁好一点，而且要看跟别的子的结构，然后还要看接下来的发展。对，我觉得很难说谁好一点谁坏一点。嗯，我们经常说要感谢他们现在这年轻棋手，从布局到中盘啊，经常有些招想，有些招法。嗯。这个叫他们都给我们出了一些命题，就说你很难证明什么。但是如果要说感觉呢，照过去的感觉来说，那么这两个子的搭配比白棋这两个子的搭配，它至少是速度快，嗯，它这个张力比较大，没错，换句话说效率可能高，对，尤其是下一步棋还该黑棋下，对，是吧、嗯、那么他可以选择，但是我也不知道下什么哈那么就是说比方说下这个他也是不错的哈、嗯、现阶段可以认为这黑棋满意，嗯，因为刚才这两个子就已经不比他差了，是吧，我们想说黑棋比他好，比白棋好，你再加上这一招好像觉得黑棋更好，两边都拆了。对，但是我觉得呢，我们过去在思考围棋的时候有可能忽略了有一个东西，小球，嗯，就是我们在看待一个布局的问题、续盘的问题，比方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往往是看到现在为止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嗯，而对于之后，就这个时间概念啊，也许是过去不如现在，对于之后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你比方说我们已经证明了黑棋这个已经比白棋强了，嗯，不是
这个掷地有声的证明，对，模模糊糊是一个证明，是，哎，似乎黑棋比他好，而且和这个子的配合也相当不错，下一步还跟黑棋下，黑棋可以选择比如这个，甚至是不是这个或者是这个，相当于星位你罚了一个战哈，你还可以下这个，觉得黑棋的合力很好，但是仅此而已，因为之后这个问题你没有考虑到，就是现在这个局面下，下一步该白棋下，那么你怎么能证明你开始也许有些利益，但是现在突然营造出一个环境，盘上比方说出现一个老天爷都证明不了的更大的棋呢，那白棋完全可以下。嗯，所以说到这儿呢，我想说呢，现代棋他们最大的贡献，我们经常说是自由，想象空间很大，对，这个随意挥洒，但实际上它背后还有这些内容，就是有一个时间的概念，但是我相信我也没说清楚啊，浓不浓有点意思吧，先说在这儿搁着，然后我们再看他们实战。那么黑棋是挂，他先挂过去了，在上方，白棋跳，黑棋想飞一个，对，接，然后飞起来，对，白棋再挂这个，嗯，对，这招棋呢是，这招棋要感谢吴庆元九段，吴庆元先生最早下60年代就下出来了。是吗？这么早啊？对对对，他我是看到最近这一段，也不是最近这一段吧，应该说去年这个中国流特别风行的时候，这个招法是很流行的一个下法。对，他就是自己先把小飞手脚，因为这个脚跟站得很稳，所以这一带呢，他可以拆得很远，一直拆过去，拆到头，然后呢，从那里把自己这一边扩张起来，同时又压缩中国流的模样。这个下法我觉得挺好的。对，挺喜欢用的。这个他出现的早，那会儿吴庆元先生就已经下过了。他是我记得是在和一个日本的业余最强手，他的名字叫菊池康郎。我们有些棋友可能会有印象，年轻的不一定有了。跟他下两子棋的时候，下让从小木的背后来挂，恰恰当时他也有这个构型。嗯，他是从小木的背后挂，人家硬一尖顶一走，他是吴大师当时下的是飞压。哦，让菊池康郎给他冲断。对，然后形成了战斗，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定型它最大的意义是在于很久很久以前，吴庆元先生就提出过对小木可以从背后去挂，嗯，小木背后去挂，而在过去的日本的理念当中，小木背后挂就是已经成为黑棋不太好，挂的一方不太好的一个理由了，啊，这话题也简单说到这儿，没错，现在呢就这个就下的比较多了，跳，那么黑棋也硬，这个都很正常，然后白棋拆，白棋拆，嗯，哎。所以刚才好像大家会觉得黑棋模样比较大，对，下成这样的时候啊，可是现在轮着白棋下，白棋从小木背后一挂，挂完了之后，你说白棋这个也是延绵一片，你说究竟谁大，就不能证明啊，所以这就好啊，现在围棋就自由嘛。是的。而且现在布局还有一点，也就是说快和慢的问题，你可以捷足先登，你可以先发制人啊，但是人家也可以后发先制，也可以已经带动。对。这是我们围棋盘上非常好，经常要展现这些理念的地方啊，非常好。你比方说星位小飞手脚，第一时间它是很慢，花了两手棋守一个脚，你没想着它待一会儿周围呼哧呼哧三呼起来之后，你看白棋也没有慢啊。对，而且在以前的这个概念当中啊，星位小飞手脚都觉得这个效率不是很高，因为觉得手脚嘛，当然是最好是守成这样，守得特别结实啊。但是呢，现在星位小飞手脚下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嗯，就不单单是白棋针对中国流这样下，黑棋自己下中国流之后，它也小飞手脚。对，有意思哈。所以这个理念在不断的更新。对，就是看待局面，这个要加入一个时间概念。这个我想以后再努一把力，看看什么时候能够结合棋力，把这个时间概念给大家介绍的要稍微清楚一点。对对对，能够理解一点啊。这很难。很难。嗯。好，我们接着看下边一招棋，黑棋大跳，看上去是一个彼此消长的要点吧。嗯。黑棋的模样的壮大，对，远远的限制白棋哈。现在开始进入扑朔迷离的世界，我们接着看吧。那么当然，白棋下一步这个尖冲也是容易理解的啊，防止黑棋就是扩张的很大。爬一个。黑棋先爬，收掉它的根，然后白棋一跳，黑棋再一攻。嗯。好了，这局面下到这儿，小秋，你描述啊，描述一下啊。这就完全进入一种，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下了，搞不清楚。不知道了是吧？完全搞不清。刚才这个大跳的时候，这个大跳的位置就已经有很多种选择了。嗯。我想每个人的选择可能都不一样，如果换个人下，他就不见得会下大跳。对对，他可能下的位置不同，可能在中央这一带。嗯。
但是每个人的判断和理解都不同，对，而且下的位置不同，他可能接下来的进行可能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都不一样。这个那我要给大家参考一下啊，就是在这个格局当中，我们知道有人工智能，有用电脑设计来下围棋的哈，据说进步也很大哈，而且现在电脑运算速度这么快，已经到千亿次这个亿亿次了啊。但是尽管如此，我要说在这个局部，不要说全局配合了，在这个局部啊，如果用电脑来操作，一个会下围棋的高手来设计这个程序，同时又是一个优秀的程序员来设计的话，都很难。它有什么变化呢？比方说球单元，当然第一个是白棋可以不理你，你黑棋下一招怎么吃我，这是一个问题，变化就已经车载斗量了啊，很多了。第二个呢，很多棋形都是正形，你比方说这个算不算正形？对，跳出来这是很容易想到的一个地方。那么下一步黑棋怎么下也不知道。当然话又说回来，怎么下都可以下，是吧？你走这个也行。所以白棋第一个正观是可以考虑的，第二个实战姜维杰的斜飞它带来的一些变化又不一样，第三个也有一个很酷的，就可以先点，但是每一种选择背后的变化也都非常多，有无数分支。但是最终呢，如果大体上合理呢，就奇怪，现在围棋就这样，怎么着都是一盘棋。对，也没有说你下这步棋如果说下的不对的话，而且是不是对这个也很难说，也很难说，你可能接下去你下的好你就下对了。对，还有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时间概念，是你一个变化下到一个程度，局部而论有一方便宜了有一方亏了，但是突然有一边是先手，他这个先手对于全局这个气候的运用价值你怎么评估？对，所以这高手之所以能成为高手，是因为他会知道接下来的事情，他可能会知道一些，一点点，他至少比我们知道的多，所以这是他高的地方。所以我们接着看啊，你先点，黑棋要反击是到这儿，但你这个反击，我们知道围棋跟象棋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术语叫穿象眼，对，彼此都是穿象眼，谁穿了谁的象眼，啊，那当然白棋是不是可以靠出来，是吧？是，谁穿了谁的象眼？但总的印象还是白棋在借力而行。对，如果这样的话，还觉得白棋已经找到棋下了。本来这个比较空的地方，还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借力，是吧？所以黑棋这个穿，这个要慎重。除非你这一穿是这个形，已经给它封住了，那可以。好，那么如果你要挡，白棋下一步又靠。我们接着看黑棋下一步，你这个不能屈服啊！我得立吧？你立好像是这个力度不够吧，很纠结，不知道。那我要搬吗？你要搬它鼓啊？就是啊，鼓就我要打劫嘛、就是这都是问题。如果你息事宁人是这个，哎呀，这个棋是不是白棋可以不理了，还是怎么的？另外白棋这儿可以继续问你应手。对呀、你下一步是不是要点了吃我？他就问你，你点了吃我，你不是也准步吗？我选一边挡下来之后，行棋的节奏又不一样了。这白棋的眼型丰富多了，就觉得目数也不一样啊。是的。可是您要是不吃我呢？待会儿我就说。我刚刚学围棋，我就知道这个形状一做这个就是活棋，活了，在您的模样当中我已经活了。好，所以这是一个纠结哈。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第三一个就是这个打不打劫。要打劫，那么我们发现这个打劫，这个劫黑棋只要白棋有一个劫，才黑棋非屈服不可。哎呀，我不会下围棋，我挖一个，这我能不挡吗？这也不能接在这儿，这上面也没死、也没死。他一提过来，他就说对不起，我六亲不认。那肯定得接上，接不接不行。对，那这个劫已经失败了。那你已经失败了。对啊，你一提他都不理你了，你要打他就给你提光，你一补他就他现在走这个也行。是的，是吧？所以呢，就有这些下法。我的意思就是说，给我们大家介绍，第一个现代棋的特点有很多选择，第二个，哎呀，这个地方的变化是围棋盘上的一个特征，非常多变化，看起来这个空间还。一个小小的局部而已哈，对，就已经那么多变化了，然后你再看实战啊、你说，而且这个计算机这个东西啊，我记得王老师那天您也在那个有一个算是这方面的高手吧，他说这个围棋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计算呢？他没有一个量化的东西，而且他比好一点，究竟是好多少呢？这个好多少怎么去把它用具体的数字表现出来？但是这个好像。无法做到，很难，确实啊。行，我们看实战啊，还有啊，也就一、二、三，还有这个四，这个喜欢抬杠的人还有五，有可能有，是不是啊？就这个意思啊，变化太多了。行，我们看实战，那么姜维杰飞这个。
王喜紧追，这个大方向对的，就是若即若离的追着他，没错，威胁他往那边出牌。当然黑棋这个高差二呢，这个棋形也有保卫，但是怎么样走也是个问题。嗯，但是是不是王喜九段这个就是唯一的一招呢？肯定不是，肯定不是。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棋肯定是不好，这个空间小，不要往底下走，是吧？这些棋不好，效率不高。对，那么这个可以，这个能不能考虑呢？嗯，也可以考虑。还有一种，把这个眼界放宽，当然王喜九段这个已经非常好了啊。对，你说我先投石问路，看看他怎么想。对，声东击西，或者说声西击东，是不是也可以呢？在这一带，我想又有很多种选择，但是总体而言呢，黑棋的就是大方向应该是不能让白棋这么大踏步的跳出来。对对，就不管你是要声东击西也好，你总是要把头先给它蒙住。对，嗯，所以他这个是好棋，那么这个当然就不能跟着他走，跟着他走人家就有两种选择，对，你下一步搬他还可能断你。对，假如说搬呢，有可能断，哎，也有可能，比如说贴这个，贴这个白棋就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嗯，现在大概要靠这些，要碰这些来腾挪啊，就是你小心人家不应你。总之，他以这个飞躁过来的时候，白棋姜维杰当然考虑的就是腾挪，因此他选择了这个状，横靠，很精彩，在这儿横靠。那么黑棋下一招王棋这个扳也是好棋，比较紧。嗯，如果你下的稍微退缩一点，你小心他在下边已经活了，他有这个虎你点不进来，这个棋已经活着还可以扳一下，所以他要挤压他。下一步白棋反扳，寻求腾挪，在这儿。对，王棋下一招也下得很精到，先叫吃，断打。对，本来呢这个棋形叫两打同情不打，嗯，就有两个角吃的地方，最好是不要吃。就是说单长一个是吗？对，本来是单长，就先不打哈。对，但现在有个特殊情况，被白棋一鼓的时候，他没法走了。他如果说必须要打，再打，嗯，但是白棋肯定会对这样。这个棋白棋轻。黑棋要被他借进，是吧？就是你比如提了，那这个白棋是不是走这个？对啊，就不用太就走这个啊。哦，你能接上吗？接上我就搬出来嘛。嗯，所以到这儿呢，我们看得出来王喜九段他是很那个实事求是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具体对待他，所以他立刻就叫吃。嗯，那么姜维杰当然也是叫吃，黑棋提掉，白棋这个第一时间要叫吃，急打对。哎，下一步呢，他就下得比较沉稳。是的，嗯，像这种棋形呢，他是这样，他接住肯定是不肯，这样被人家接在这儿，你外面就看起来有点破破烂烂的。对对对。你接下来即使再断，这冲了几个棋，对，就不舒服。这个摆一下啊，这个摆一下就。假如说这样，这样的断点啊，他为什么现在价值不大？白棋接在这儿。对，但是他同时又是存在的。嗯。人家不要了就是了。挤过去。对，挤过去，然后再把这个拐过来，你这个还要接呢。对。吃了半天是有个五路高边的空，但是人家外边这个太厉害。对，这个中央的辐射太恐怖了，啊，对，这个不知道会成多少空。哎呦，这个简直是白茫茫的一片，叫渺茫千里白呀，你都不知道一望无际，可以消到哪里。所以呢，它这个地方是有，但是暂时不严重。对，但是也白棋也不能骄傲，说这个地方你就永远不管，因为以后中央变成这个盐碱地的时候，这个段就变大了。嗯啊，行，这是一个状态。那么第二个状态当然就是打劫了，打劫是吧？就打劫，他与劫先提掉，嗯，你必须接，你就没有任何劫财，他下一步再叫吃，提掉，嗯，你提掉，我们记得刚才这儿有一个挖还没拿下来，就挖一下，你这个必须要应，他再提过去，你必须接，这个有点麻烦，这个第一个打出来就行了，嗯，打出来一接就行了，挺厚的。如果他愿意做文章呢，这一类的也有，啊，此外说不定这一类的也有。保留一个出头，又待会儿他卷了，直接卷出来，这些都有。因此，这个黑棋打劫不太好。对。那么黑棋这个打劫不太好，我还是想跟我们棋友交流。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家有意没劫财，而我没有。嗯。我还是希望我们的棋友对于劫财啊，劫财就是生产力这一点啊，加深印象，不要随随便便把这些先手走掉。对，非常重要，有意没劫财。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劫简直没法开，但是发现人家有一枚重大劫财，嗯，然后人家给你提过来之后，你就麻烦了，麻烦，这棋没法下了。对，哎，我们这个广大的棋友，如果确实建立了这个印象，嗯，忍着手，那些先手啊，一时之快啊，不要去给他兑现了哈，忍着手，肯定会棋局发展下去会报答你，
会有个地方出现一个劫财，你突然出现一个劫争，你突然发现你劫财比人家多好几枚。嗯，即使这盘棋没有，下盘棋可能也会有的，不要着急。行，了解了这些，我们就理解了王棋九段，他不愿意接，不能打，那下一步他走什么？所以他这招棋就我们都不需要理解这个高手他有多深远的意境，用排除法就知道了，嗯，所以他下了这招，挺好。白棋压出来。白棋压出来。接下来黑棋，震。震。他先震一个，他这个棋下的也挺有意思的。白棋看出来了，已经这里有劫嘛，但这个劫，黑棋你基本上来说你断上去跟人家这样去开劫不太现实。对。而且他这里还有个跳出来。所以说呢，基本上可以算他跑掉了。嗯，算他跑掉了，对。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金立智能手机杯围甲联赛，虽然这两位也都是快棋高手，对，分别获得过快棋冠军。是的。那这盘棋不是快棋。这盘棋不是快棋。是的。虽然是这样，既是快棋高手，同时这盘棋还不是快棋。那么就是说，好像使用时间这个概念在他们这儿似乎分量不是很重。嗯。但实际上呢，职业高手下棋还是要节约时间。没错。所以对这个棋形的简单一感觉，因为王棋九段是一个很全面的，就力量很强。对。感觉非常好。对。同时呢，能攻善守，他是这样啊。所以这招棋我估计没花多少时间。要说起来挺快的。要说起来这招棋呢，它是不是最好很难说。就是这个地方，它有些后续手段摆给大家看一下啊。本来呢，黑棋这个扳是天经地义的一招，你走，然后一断吃，断吃他先。这断吃他不能走别的，因为你吃这个，他一接上啊，你这一下很舒服，下一招棋你这地方很难下。出不来了，这要打吃先手。对，打吃非绝对先手，但是总而言之呢，你这个提是损官子的，但是你不提呢，这个出来又不方便，有些纠结。这个变化我只能简单给大家说结论，因为他们没下出来的变化你猜得那么细好像这意思不大啊。嗯，因此他一吃呢，白棋一定是提，黑棋一定是接，然后再照下一步，白棋一定是先打一下再说，黑棋再接上，再下一步提，白棋也不是很好下。照我看呢，他应该是考虑这个出头。对，照我看他有点纠结。确实，一出头呢，黑棋下一招棋就要先抡这个，嗯，抡这个白棋就不能硬了，因为他就转身了，出头就好。那么出这个头之前呢，他先撞这个，靠一下。对，你挡他再刷，黑棋把这个抓掉。你抓掉他长出来。对，我觉得这个变化大概是一个转换，差不多的。但是假如这个变化是一个转换差不多的话，小熊，我们发现黑棋是不是很需要来正头就是个问题了。嗯。因为他已经有个铁头出在这儿了，啊。是这样，没错。如果说这个头已经出到中央的话，嗯，这个抓一个好像看起来提通了，但实际上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大，么大你只不过是把自己连连上而已。对，就是，那本来都全是活的，是没多大意义，就把自己抓掉。人家尝这个之后，这块棋很结实。嗯，就差不多吧。对，差不多也不是很结实。他这边其实下这个好还是下这个好，也不太知道。嗯。而且中央好像也很难攻，也很也不好攻。但是呢，你这个段呢，将来这个也有限。总的来说吧，大体上我们还是要把它看成什么呢？从白棋尖冲开始，就把黑棋高菜的这个棋形，它的成控潜力给它遏制了一些。对，是的。把它的泡沫水给它挤出去一些啊，就差不多吧。总体来说就是这样，慢慢下吧。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本来最自然的变化应该是这样。嗯。假如这个又是很自然的变化，那么黑棋刚才这个阵头不是当务之急。对，不是当务之急哈，这是一个印象。我们再来看，就看起来可能黑棋对于这个变化他不太满意，他不想下成这样，不太满意，也有可能呢这招棋下得非常快，也有这个意思哈。还有一个就是你走这个，假如白棋现在突然来补这个，他一个最紧凑的方式来补，其实呢挤一下，这个黑棋也有他的难言之隐。哦，小天，你看，你首先这个反击是不行的。我要打一下。他接上。对呀，我就顺手嘛。你下一步你反击。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下，关键是这个棋形下这打不打不知道啊。嗯。待会儿人家白棋断到你这儿来的时候，你也有点难受。啊，他断我一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确实。是不是？这个单挤一个。所以他，你阵头他马上就丢个石头试水深，他就挤进来的时候，你也有难受的地方。没错，是这样啊。那么这个挤一个到底？实战啊，姜维杰有没有下出来呢？还是说他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呢？我们要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精彩继续。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讲解这盘精彩的对局。
是由王琦对阵姜维杰的。啊，刚才王老师给白琦出的主意说这儿要先挤他一下，哎，这很难受，但是这个没有发生哈。嗯，我们还是看他们的吧。他实在没有这么下，实在没有这么下，他一飞，飞这个黑棋一搬，嗯，白棋这一打，挡住啊，然后再靠一下，黑棋再压，对，白棋这个都是正常的定型，还是算正常，嗯，但是呢这个玩意儿仍然存在，是的，有一个这个玩意儿仍然存在，嗯，啊，说不定黑棋现在也可以考虑走这个。那么王琦呢是千里奔袭到这儿来，想在这儿来找一个行棋的头绪。嗯，姜维杰下一招棋这个跳啊，他先提掉，就是他啊提掉抓掉，不让你叫吃了，然后再跳出来。嗯，就是这一招棋下完了之后，小秋我可以感到啊，嗯，姜维杰九段下到这儿，这个心里突然之间非常高兴，很愉快。因为他注意到了这个里头背后藏的东西，嗯，尽管这个阵头也许不是很怎么样哈，嗯，不见得是100%吧，或者不见得是120分的这个得分哈，但是毕竟黑棋有这个段，对，断下来这个变化呢，黑棋也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这个段已经情况不一样了，不存在被他一跳先手就抹掉了哈。没错，他有点高兴，然后再一回手右下，你吃完我上边问题解决了，再来解决这个，他可能自我感觉很好。对，但实际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就觉得跳到一下把这个段消除掉了，嗯，是不是这棋就已经彻底的好了呢？对，他这个也很是个疑问。但我们看棋呢，有的时候可以从高手的招法当中感受到他们的情绪，对，他们的喜怒哀乐，嗯，啊，这段我的解读就是他有点高兴了。不然呢，这下法第一个是白棋可以考虑从这一线出头，跳在这边，这线出头呢等于可以，你这个是来不及穿的 啊。对。那么还是要包装一下，所以这个之前呢，先包装这个，我觉得这个要包装一下，因为这个不包装啊，中府出现任何情况的时候，黑棋将来只要一回手一杀，他依然这个目数全部在，他还是很大啊。所以白棋呢，应该先包装一下，你必须挡，至少让你这个断没有，你将来要吃只能在这儿，对，这个官子已经差了六七目了，嗯，差飞了，而且呢，还可能有这个。嗯，有可能你一断一走一断，嘣，他反过来把你断了，所以要包装一下，包装完了之后再把这个跳出来，就是这样下船的黑棋，这个是不能冲断的，跳在这儿冲断没意思，要跳在这儿规模大一点，嗯，格局大一点，然后呢远远嗅着你这个，我觉得这个局部要下是不是应该这样下，嗯，是可以考虑的啊。第二一个他走这个也行，接下来的下法我们结合看，就发现姜维杰啊确实是得意了。我想说这个年轻人，因为我们说姜维杰这小伙子人也很好，没错，是就是这个文明礼貌啊，这个整个这个资质啊素质都很全面的，棋，嗯，当然就不用说了，可是呢你是人有的时候就会高兴啊，是的啊，他接下来的下法简直是就一连串的下法就觉得不可思议，你看得出来他有点洋洋得意，可能他觉得这一代他确实是哎已经下得挺满意的了上面啊，哦，但是这个满意跟你这棋好啊是两回事儿。嗯，虽然你把那个断点补掉了，但不见得你这棋就见好。好，我们看他实战的招法，就是这两招我一看有点好笑啊，就他是挖街了，对，就这个棋挖街显然有问题。嗯，我想建议他呢还是下这个次。嗯，这个次呢因为黑棋不会接，黑棋一接这已经没有冲断了。对，但我这边怎么下都行，那你这个刺就没意思，啊，所以黑棋一定是接这个，接在这一边，一定是接这个，那么反你这个冲断，那白棋再走这个，哦，靠一个，这个是不补的，靠问应手，这个有趣。以下变化呢，我们各位可以自己去品味了。嗯，黑棋如果要挡，那么白棋一冲一打，嗯，外边都可以飞了，对，是不是啊？黑棋如果要立，也被我便宜了，我可以跳这个了。黑棋，那么他愤怒的人，他是不是要反击呢？反击你就盖出去。啊，待会抽了还是把它断了，还是要打，打了再这样打，再长把这味道筑好，然后这一线，嗯，各位可以品味，变化太多了，对，我们不能太纠结。所以呢下成这样再来碰这个，我觉得这个简直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变化，是啊，嗯，总而言之呢，白棋在这一带呢一定要把头给争出去，嗯，这个挡不挡不是最重要的，嗯，重要的是要把中央下厚了，对以后这一带战斗啊各方面都会有影响，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中间呢这黑棋这三个子还没交代完呢，你回头还得追究他的责任呢，你不能让他把中间给下后了。对，如果你这里一旦下后一之后呢，黑棋这一带以后他是要交代的。嗯，不管怎么样，给大家摆一个这个非常有趣的图啊，嗯，还是要摆一个，因为你走这个他哗啦啦竖下来了，对，这个不成样子，所以他走这个白棋，关键这个也不能先冲，所以他要先长，先长呢就存在着这么一种可能性啊，你一挡
在一冲的时候，他愤怒的把你这个地方给你震掉，就震掉了吧？对，震掉了。然后白棋，主要这个立下去，他也不要他的命啊，这个脚人家他也把这个给你冲断。啊，他要冲断，我以为你就讲了补一个算了，还不肯呢。啊，对，冲断他要攻你这个。嗯。因此，这个话题的变化，我觉得不做结论为好、啊。是的。作为白棋来说呢，他有多种下法，他不见得非要这么抬杠嘛。因为你一搬一长一走嘛，他实在不行，他就长一个也行啊。那你下一步怎么办？他要冲断你，你接这个，他再拐这个，他待会儿还要断这个。这样的话，在这一代白棋可以大踏步的做活，还可以拆个三了，对，就这一类的嘛。如果这一代白棋做得铁活，我们发现黑棋中间的棋子全部这个子效有点问题。没错。啊。全部中间都见薄。这些示意图给大家画的，请大家主要感受到有这么一招棋就好了。投石问路。一个石子扔到湖面上啊，这个涟漪就不断啊，挺有意思。好，我们再来看，了解了这个，再来看姜维杰他是怎么高兴的。你从这个招法能看出来，这些都是这个世界冠军级的这个年轻的高手啊。接上，哎呀，反正这个草帽四一看着心里不太舒服。接住王喜一接。他接在这儿呢，补得很结实了，已经。对。彻底补好了。嗯。就是下不住，我要冲断你了。对。我还要下来了。所以姜维杰走这个时候，我就看也吓一跳，同时我也知道姜维杰高兴，因为这个方向是显然不对的。你这围了半天空，将来人家大伸腿一进来没空，没空的地方是最好不要去下的。对。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姜维杰九段应该考虑任何方式的弃子，一定要争到外边头。所以第一感呢是可以这个。是吧？以下需要高手去计算究竟这棋怎么下，是吧？他走这个，你是不是干脆给他封住算了？罩住他。对，不要了。你反到外边去，然后将来从这一线再出来。但是很遗憾，刚才这个子跳在这儿，这没有跳在那儿。跳在这儿就更酷了。差多了，这个。但是这是一个方向。嗯。第二个，我们接着看啊，他一走这个，人家一藏，我觉得现在是下这招棋的最后的机会。嗯。一定要下这个，他拐下来你就冲断，是不是啊？对。这些都可以不要。而且这一下子黑棋也没有办法吃掉它、对，黑棋可能也是这一代的跳吧，我不知道跳什么，哪怕它跳完你再贴回来也好一点，嗯，是吧？其实这个下法我觉得还不如当初就笨笨的接一个也好。对啊，但是它还能直接下来了，我就不信这么薄的地方它作战能有力吗？可能会下来、啊、或者它一骚扰它，王棋是要加强这个，对、我觉得它的目标就是要加强那个，但是白棋这个下法、这个显然是不对，实战这个不对，显然不太好，但是也要谢谢它。就是现在高手他们下的不对啊，后来的局面啊波澜壮阔，如果都下得对，那就这个宠辱不惊，那就要差点意思哈。行，我们接着看，了解这些味道就行了嘛。翻起来一搬，他一尝，这个不能不接，但是这一接我们发现，哎呀，最得意的姜维杰留这招棋，你现在把它放在这儿多好，全部都是空，是吧？好，他这个有点遗憾。那么王喜下一招棋下得很好，坚住一坚，试探应手。所以刚才王老师强调了半天，要这个、我要走在这儿，要走到这儿，因为这个面更大，差多了。对对对。你现在让他走一个，他不知道怎么封。对，但是你走这儿，他也不是在这儿，他在哪儿会不知道啊？行，我们现在看这个，他一坚，坚住，这个必须要硬，这个不能被吃。这个一旦坚住了之后，就发现这一代已经破破烂烂都连上了，破破烂烂连上了，同时隐隐约约。怎么有点像黑棋的势力？对啊，这他走这个，看着我们来说哈、你说一个赳赳武夫冲过来，他不太懂事儿，嗯啊，他就直接冲断，他说我以这个划线，我就全部成空了，嗯，你双方也要比力量吧？对，王喜九段在这儿倒是还这个叫做大局为重，但是他因为这个嗅觉很灵敏，对于局面格局这些啊，王喜九段我觉得他这方面很擅长哈，对，是的，所以他感觉现在已经是黑棋好了，刚才他已经觉得不错了，他觉得不错了，对，这地方固然不见得全部成空，只要他不弱就行，对，啊，他的空呢，他不要求说一定要这样冲过来把这个子全部切下来，这全是黑的，嗯，不要那么黑，嗯、因为你这么黑，你必然是把人家逼到绝路上，人家一定会跟你拼命的，对 对, 对，这不可能都是你的，对 对, 对，开玩笑吧，简直是，所以呢，他给你已经连回去，哎，他觉得你连回去，我即使在这一带，比如说这一带吧，对他随便摆一个吧，他就什么都不摆都行。什么都不摆，就继续走什么棋，比如破坏你的空啊，或者这一段也有些故事，这个也就不能哈。给大家还是不断的报告，有些局部非常精彩的东西不能弄得太细了。嗯，你比如他这有搬问你一手，这个地方还有长这个的下法，一定的时候还有加这个的下法。嗯，
这个家也非常有意思，变化的太多了，有这些手段，他在这做文章。总而言之，他就是不让你将来依靠一顶啊，依靠什么一顶就把这个地方全部吃了啊。嗯，可以下这些。好，我们不说这些了，再看白棋姜维杰，这个是跳，这个是当然是大飞，这个叫大飞哈，应该叫跳，在这儿，哎，就破坏你的模样嘛，对，是吧？那么下一招棋黑棋又是棘手，这个王棋的功力很深厚啊，嗯，就是大飞的腰眼往往是要点，他肯定是要分段你先。好的，这个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围棋盘上基本棋形它的一些特点。嗯，你比方其中一个基本棋形就是大飞。我们广大棋友以后下棋的时候碰上大飞啊，希望大家知道这几条就行了，大概三条。第一条，大飞它这个棋形结构一定是效率比较高的。嗯，在动虚相应这个棋形结构当中，一定是比较高或者是最高的。超大飞呢，就稍微有点有点不是很靠谱哈，人家有很多切断的手法。对，就第一它效率高，第二它有缺点，它的缺点往往就是两个腰眼，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嗯，这两个腰眼的缺点啊，请大家孤立的看大飞这个形状啊，两个腰眼是棘锁，往往比这样的冲击更好，这个大家记住然后再体会就可以了。第三一个，对于大飞这个棋形，其实对他最大的伤害是让他去连，让大飞这个形让他连的时候，他下一招棋一定是效率很低的一招，这是很痛苦的啊，花一招一个一个把自己连上，一个一个连上，对，了解这三条没去基本原则就行了。嗯，啊，行，我们看黑棋了，下一招跳点，白棋继续是吧？对。然后黑棋这个王棋啊还是比较灵动，嗯，这棋我觉得他感觉比较特别。现在全局形势呢，应该是黑棋还是不错哈，啊。他在飞之前，白棋先断了。啊，断了两招，啊，对，姜维杰，这个还是很有用的。对，他是怕交换晚了来不及了。是。哎，官子大概也不太顺，因为这个总是黑棋的。没错。好，交换成这样，埋下伏兵，然后到这儿来高拆二。黑棋这招棋也让我要感慨一下，就是王棋九呢年龄比他们稍微大一点。比这些年轻人哈，对，基本功呢，就过去那种观念呢，应该说留下的印记要深一点。嗯，所以对过去有些东西，他应该是很熟的。嗯，其中包括什么呢？包括像刚才这个退，哎，刚才这个打吃啊，哦，哎，两打同清不打，他应该很熟。但是由于他水准高，能够灵活的运用，所以他知道两打同清不打。固然是经典，但是实际情况出现的时候，两打还是要打，所以他打了，先打了。这个又是第二个问题，嗯，就是这个我们叫做攻击勿靠，嗯，啊，攻虚易紧，紧易宽，啊，有这些说法。像这个紧呢，就是太紧了，嗯，而且呢，攻勿靠，你靠人家容易被人家借力，嗯，所以按理说呢，要聚焦应该是这样的方式聚焦。对，既威胁他又可就是期望着在右边形成大空。比方说我们说白棋如果很麻木的这样下的话，接上，对，那这个黑棋好像这些就当成散兵游泳好了，还不要说这个现在可以来纠缠这个了哈，你当成散兵游泳好了，你这个右边不是几乎全部要成空了吗？是啊，这底下白棋要怎么回去？这四个子还没交代完呢。对，你先告诉我你怎么连回去。对，他当然有这些了。对，我让你连，然后我把底下围不住不就完了？啊，对，他这个是一种啊，最终会怕死吗？也不见得会死哈。是啊。所以当他点的时候，白棋不会挡，那么白棋不会挡，他下什么？嗯，我们就发现很有意思，不知道就不知道，大概要做这些。对，那么这个就是黑棋比较稳的。嗯，但是呢，王棋九呢仍然是下到这儿来了哈，嗯，他有他特别的考虑吧。他其实这里他的靠段是比较强硬的这种下法，因为他自身是有弱点的，比如说这里有靠段，嗯，靠段完了这儿有个扳段，所以他自身还是有些薄弱。虽然刚才已经飞了一个补了一下了，但是他，这个他以攻为守，我先把你断开，你不就没空断我了吗？这也是一个理由。还有一个呢，确实零零散散的中间飘了两个白子啊，他可能王棋他觉得直接定型的方式，一口咬定青山不松口哈，啊嗯，这个方式是不是好点啊？但是我就是给大家感慨一下，嗯，这年轻人他们就是不仅仅是。这个哎呀，经常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们这个不仅仅是说自由，而且他做出的贡献是好多理念上的和招法上的这些突破。嗯，我们看这个金立智能手机杯围甲联赛上的我们这些年轻高手的，其实经常都给我这些，脑子里我自己在问自己这些问题：理念的突破，还有招法的这种观念，是行棋规范的突破，对，这些都有。
而且现在这种已经越来越常见到了。嗯，先把它靠断。说了这么多，但是最后我想说一句，我觉得这招棋我还是不是很赞成。原来是这样。哎，我还是觉得是不是这些比较稳一点啊。嗯。好，他靠这个就不说了。那么姜维杰搬黑棋的连扳。对，下一步这个教吃，姜维杰也选择了一个比较可控的教吃。除了这招棋呢，什么都不走，单扳也可以考虑。哦。也可以考虑。搬这个。对，如果你要搬这个，他就哗啦啦从这儿打过去。嗯。那么如果你要连根接这个呢，他就吃这个。就是这个下法呢，反正给我们大家简单提到，也是个下法，也可以，就走完就不走。哎，然后将来从这一带渗透过来的时候，那么黑棋会非常难受。这一带渗透过来的时候，啊，黑棋要在这一带走呢，白棋把这些问题全解决了。对。刚才我们说这有难言之隐啊，这些东西也有好些难言之隐啊。这现在已经全部都消灭了。对，这就不说了啊。看实战，很精彩的棋，白棋叫吃，黑棋长。下一步姜维杰非常纠结，非常纠结，就是他大的线路是有，啊，就是这儿出现了争子，我一引争。右上角可以连下两招，对，那就行了吗？嗯，是吧？利用这一点就成功了嘛？是的。哎，但是他确实也有点纠结，就是按说呢，这个棋好像是应该先叫吃，先叫吃，他肯定要跑，必长，然后他再用任何方式引阵，啊，你中间就必补。对。而且关键他这个破皮烂肉无所谓，是吧？走这个也行，还是走什么我也不知道他走什么，将来你还可以走这个，连扳，你都不要了嘛，反正也是不要了嘛，你把右边黑棋空破了嘛，嗯，啊。这个也只能说到就不说了。再看实战，他是走这个，那么王琦是走这个吧？对，逼住他了。逼住他。他在这一带。他现在去活呢是一个下法，但是怕被人家吃掉，他就吃这个。嗯，中间太大了。啊，你一跑嘛，他就这样卷出来，哗啦啦就行，或者是他靠也行啊。是。结果你看王琦这招棋下得好啊。他跳一个。人家不跑了。你刚才要吃我得跑，现在您吃我不要了。这姜维杰没办法，只好提，是吧？关键是提掉他依然没有活，这个眼还只是半只睁眼，这还没团住，这儿没团住。但这个故事都很有意思。我们觉得这个看围棋啊，反正我的感受是这样，嗯，你看见一个问题，你就想下结论，你是水平是比较高，但是你看了一个问题就要下结论的话，嗯，非常危险。而且由此我还在想，我们好多年前吧，因为我们在，嗯，我自己在这个媒体上给大家介绍棋，这个日子算起来已经差不多20年了。啊，以前太长了。对，以前有些感受哈，嗯，就是我就发现了解一些这个，当时了解一些这些这个棋友他们的意见这些，他们就说希望有斩钉截铁的结论，就是非黑即白的结论，他们很希望有。但如果你没有这个结论，我怎么判断呢？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反正至少对我来说很难，对啊，因为我自己知道围棋盘上是没有，基本上很少有这些结论的。可是呢，广大的棋友需要，如果你不能说出来好还是不好的话，他们还认为我听了半天围棋，我不知道我在听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像我看了一个体育比赛，它过程怎么样一点都不重要，我就要看结论，谁赢了，就有点这个意思哈。这点呢，我也给大家报告一下。嗯。但是确实，我感到这个结论很难。对。你比如下成这样，我们突然觉得好像很怎么样，我们接着往下下，也许各位会觉得现在这个形势已经有谁好了，谁不好啊？接着看，你看王琦下一招这个，贴住，防止这些跨断，是让攻击这朵花，是吧？那么姜维杰下一招贴回来，你看这儿悬了一个子，怎么双方两大高手又不理了？这不巨大的一步棋，谁也不走，黑棋挡一个，那儿全部都成实地了。对，但是现在没功夫。黑棋他心里还在暗暗地问：我不挡你是怎么活的？他还要问这个问题。他恨不得一招都不补。对啊，你周围如果变成铁后的话啊，嗯，是有很多带来很多话题。所以你说这种情况下怎么做结论？对，怎么做结论？我希望有人能做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其实我也想说，应该是黑棋还可以。嗯，但是考虑到刚才他这个状，突然给白棋借力是不是好，我也很怀疑。嗯，我自己都在犹豫，我怎么跟大家说得出这种结论？接着看哈，下一步是黑棋这个段好棋。像这种局部的话，很难说好或不好，只能说是换一个人，可能不会下成这样。啊，即使说你让古力这样一流高手来说，他就说这个靠不好吗？好像也很难说清楚。对，分人。好，我们接着看下边一道棋，白棋叫吃，这个是一定要长的。嗯，对，叫吃，因为姜维杰已经编织了一个腾挪的这么一种方案。嗯，如果不是腾挪，这个白棋已经非常难下了。
是。你看啊，我们看他，比方说是叫吃啊，这我们大家一目了然可以看到的。你常再叫吃啊，他再一接，得，这会儿突然一看啊，他不是完全能够接上的。他连不上。就算能够接上，也已经很丢脸了。你看能接上人家吃这个，你是不是还要接？哦，你说他这也。这你什么时候冲这一下还是个问题，你要冲到了他才没有断。嗯，这个黑棋说我们都是朋友，算了，我不断你了，就算成你冲我打。我们发现黑棋已经全部成空了，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没有他补就赢了，就补，如果不赢他就说我走这个，你都死了，你全是死的是吧。关键您这是一串单关啊、嗯、是吧，所以这个下法就是不行的，没错，单纯的追求联络是不行的、嗯、然后我们再来看高手他们怎么下的啊。他一断完了之后，白棋是不是碰？他靠在那儿，是吧？对。靠这个吧，黑棋下一招点一个，对。这样一来呢，这边就生出一些变化来了。对。嗯，他搬下去了。就如果你要断呢？他是不是就打吃就地做活呢？对，他打吃这个先手，这个顶。嗯、对。就行了。啊，这样就很容易活了。就够了。啊。结果呢，人家王棋又走这儿。藏出来。哎呀，下一步让他连这个姜维杰真是很难受。后来虽然也很成功啊，但是他很难受，难受之后，哎，我们再看待会儿的故事，他搬这个难受这个形状，王棋高高兴兴接，请大家注意，在这一线，黑棋已经有一些目数了。嗯，最初我们还担心黑棋这几个子呢。接着往下看啊，下边一招棋他必须接，他爬回来啊，他爬回来，爬回来，在这儿。他要求把黑棋这三个子吃掉。吃掉，原来人家中国留的一半的实控，他要把人家这三个子吃掉，就也很有成就感吧。我们接着看啊，王棋。但是，哇，这个必须要去争个先手啊，是不是啊？所以他必须团这个。断掉。来，断掉。白棋下一招。赶紧跳脚。哇，他不走了，他是先手把他吃掉了。嗯。你说他棋形那么不好，他先手吃掉了。是不是很有成就感？是不是很有成就？还有这朵花又被人家吃了。嗯。啊。我们接着看啊，很精彩啊，黑棋下一招搬，挡住叫吃，接上再一路搬，再接上。嗯，球探员盘上有些东西是有，但是这些东西有呢，它仅仅是有而已，你不见得能够兑现。啊、嗯，哎、嗯，但是虽然是不见得兑现，但是有可能在机会很好的情况下是有可能兑现。有可能，那么又跟劫财有关系了、啊。是的，是的，是的，是不是有这个白棋？对，黑棋着急的时候有这个。是一个打劫。嗯。他打的时候可以翻吃。哎呦喂，他打这个。但这个劫也很恐怖，比如说人家抢你一下。嗯，对，他先提过来，啊、他要你必须吃这个。他打赢了劫，他吃到这儿去了。对，吃到这儿，他也提到这儿。对。总而言之呢，要由劫财来决定。嗯。这是血淋淋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要对它做一个评估啊，这个评估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劫，但是这个劫呢基本上存在于实验室里，嗯，实战当中能够兑现的可能性还是微乎其微。可是呢，它又是有它，除非你有很大很大的劫财、嗯、而且有好几个。对、哦、因此从实战出发，大体上这个地方看成黑棋将来就是先手把这个一接就完了。对，同时黑棋保证这个地方有一个先手接，嗯，中府的味道呢就基本上好了。对，这里还是很安全的，没什么就这个程度。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交换成这样之后，这块棋活了吧？那么下一招棋他下的是？他跳一个。跳。嗯。对。二路。如果说单纯的白棋挡住的话，这个局部还是不活的。对，哇，这一拖，不行。依然没活。所以姜维杰啊，你看，该白棋下的情况下，他仍然很仔细，嗯，他还是先拖拖一下。那么黑棋王棋很紧啊，马上把这个吃掉，嗯，一断他再一吃，你再一吃他再一提，这棋很精彩啊。对。然后白棋再一打，嗯，是吧？局部呢好像倒是没有活，至少没有进活，但是外边这个形状有点破。对，所以黑棋想要杀他的话，估计是不太容易。啊、嗯，就因为人家冲一扳，你这子要跑，这冲的都稀里哗啦的了。对，他这有扳嘛、嗯，是吧？但是这个黑棋呢，下一招棋，这个也极厚，这个断，对，下得很厚，断掉了。断掉，现在这个要出点问题，所以他就补一个，嗯、这个本身也很大。对，这个你再不补，人家真的要杀你了，就。哎、嗯，这个棋很有意思，但是这儿呢有个话题，我说到这儿不说呢。嗯，待会儿这戏剧性差一点啊，这个棋下成这样之后，下边黑棋下任何棋，白棋都有一个机会呢，你顺手一靠，
靠在这儿，就靠着选手，你不理我这种没法拉回去了，哦，是吧？我得连上，你必须补顶，顶住，交换这两招就放在这儿不走了。白棋本来就便宜了。如果是读秒的话，这还延时打将便宜一下，而且然后后来的故事就完全了是的啊，因此这给我带来一个思考，这盘棋要说它精彩，它的一个标题就是有些棋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有些棋完全能够交换到什么时候交换，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们世界冠军都没解决好，解决不了，因为你搞不清他什么时候交换更好一点，对，你有可能是保留更好一点，因为也有可能这个是一个劫财，哎，说不定，对，对所以他先留着，那也无可厚非。但是由于他没有交换这一下，哎，这故事又啊就不一样了后面。那么，我觉得这个可以发很多感慨。哎，这个时间，你说做一个什么产品啊，做一个新的东西啊，比如它的时间，长度怎么样，湿度怎么样，温度怎么样，这些都是非常微妙的，这些故事我们在盘上都可以产生联想。好，这个就不多说哈，然后再看这盘棋下成这样，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全死了，对，但脚上白棋活了哈，对，判断一下形势吧，不然心中无数哈。就黑棋这个肯定是先手长出来，白棋呢基本上这个要搬，黑棋这个先手他要看什么时候走，对，那么黑棋冲这个呢其实成为先手的可能性大，因为你不走下一步闷进去也很大，你补起来也不一样。如果算成这样的话，我们来判断一下全局形势哈。很快的数数空，这个地方不要算成吃了，就算成黑棋死了。那么黑棋这块空呢，基本上有二四六，这两步好像不一定能算哈，应该是二四稍微差一点这地方。10、12、14、16、18、22、23、34、36、38、44、44、46、48、54、44、46、48、55、56、60、63、64、75、76、77、78、78、83，就是80目出点头，85目肯定是不到的。对，黑棋有这么多。嗯，白棋呢这块棋基本上有10、20、22、24，这块25目没问题。只要该白棋再一走的话，它立刻就是35目以上了啊。25目没问题，这个地方要算成它的空了，因为白子多，黑棋中央不是很厚，所以它是10、12、22、24、26、28、33、36、38、44、44，这个是45目肯定朝外了。那么这是45，这是25是吧？60。45、25、70，这还有呢。这是70。啊。那这个地方是7目棋是有的，就是1、2、3、4、5、6、7，这7、8目棋没问题。你说谁好啊？黑棋不见得好。可能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也不见得，因为这个地方，白棋还有一个成空的地方。黑棋已经不太好了，白棋还有成空的地方，那不是更不好？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个时间概念在里头，因为现在该黑棋下，他招手于破坏这个地方，看破坏成什么样，然后什么时候这一代在做故事的时候也很好。举个例子来说啊，在续盘阶段，当时他就可以做的文章啊，就当时说没法细说，比如他这个就是一招，此外他断。断一个也行吧，这个就行，就这个就行。单加一个。单加一个就行。那白棋得打吃吧？你打吃，在续盘阶段，他把这个冲断鼓出来了。哦。他那个。这两个又欠着的。这两个一后了，中间就完全不同了。是。所以你这个大概挖一个的可能性是有的吧？那挖这个。对。那挖这个。嗯。这黑棋如果从这边打吃是。对，这个变化也给大家摆一摆，给我介绍。就说这个地方有棋，同时大。那么下边一道棋，如果你接这个呢，就。也是一个下法。对，你吃这个，他这儿冲下去了。他这个一冲，这个已经要垮了。要垮了，是吧？啊、哦。还有一种下法，一种变化就是他接这个。啊、哦。你吃这个的时候，对，这个很遗憾，这个冲不下去了。现在冲一叫吃的话，人家一个反吃，是不是啊？但是在这个时候，突然他鼓你一下，也是一个妖怪。那我接上他要怎么连呢？啊啊！对你接上也是一个，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连。对，也是一个吧，也是一个变化啊。是，有很多变化就不说结论啊，因为他们高手都有预料、有安排的。总之就说这个地方很大，加上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个时间概念，现在判断形势确实觉得白棋居然不坏，奇怪了。看起来在这一代还算是比较成功。啊，蛮有应该是黑棋把这个也吃了，这个也吃了，应该黑棋好，结果不见得。黑棋一抬杠说：“我这还有一个劫呢。”啊。但这一节刚才小邱给大家介绍了，黑棋本身负担太重啊，所以很奇怪，黑棋形势不见得好。那么这一代还有一些内容，所以加上刚才这个时间概念呢，这棋胜负还是难说，如果对是吧？
是这样。我们接着往下看吧。那么这一代全都没有走，没有一个都没有，全都没有走，是这样的。好，黑棋王棋开脱，姜维杰搬对这个正常啊。黑棋长，黑棋长，下里正常，下边一招棋黑棋靠。现在我们做不出结论，究竟谁占优？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棋胜负还未定。对，还早。对，还早，居然还早，后来有很精彩的变化。还得慢慢下呢。哎呀，真是他们这年轻高手，太厉害。那在这一代呢，姜维杰又不甘寂寞。不甘寂寞，对，他不甘寂寞。这段我要扣一下哈。嗯。我们把这盘棋精彩的棋可以定一个名字，就叫做刚才说的生存还是毁灭。嗯。有些招法应该什么时候交换的问题？你看白棋这个现在可以交换。现在靠黑棋肯定得赢。是吧？第二个更奇特的。这个可以交换，弯一个，这个本来就想这样交换。如果白棋现在是读秒的话，马上就走一个，因为本来就是下一步问你，你走这个我就是这个。这个地方现在呢，你暂时不是太害怕，因为这可以抡进去，是不是啊？所以弯一个本来就问你，我一弯你是挡呢还是退？这其实可以考虑的。嗯。但是和这个呼应在一起，和这招呼应在一起，我们来解答后边的变化。你就会发现这两个白棋随时都可以交换的东西，到他需要的时候就没有了。他后面再下肯定走不着了。对，来不及了已经。这样一聊，这盘棋不是增加一点戏剧性嘛？是。但是确实，我觉得我们围棋盘上它是充满了戏剧性。嗯。只不过经常我们打谱啊，没有注意到这些。对。棋手下完棋呢，又不可能给你掰开了揉碎了，把你这些给你说得很清楚。因为平时我们棋友平时自己看棋的话，现在网络这么发达，都在网上用鼠标一点，啪啦啪啦就点完了。几分钟点完一盘棋，对，实际上呢什么都没看清楚。就差很多位的，他当然也满足了，但是就差很多嘛哈。我们现在既然有机会，有这么一个平台给大家介绍这些棋局的话，我们稍微品品味不是也挺好吗？没错。行，这样算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棋我觉得吧，白棋确实不坏。这个反正可以交换也不错了啊。下周棋我感到本来朴实的下法应该是这个顶，然后再咔嚓断的时候，黑棋当然只有单长吧。哇，对，单长那还能怎么办啊？你单长人家这个传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是啊，我有点担心。我这块棋要怎么，是我不知道白棋顶，黑棋下一招是挡还是退。哦，如果他一挡，白棋咔嚓一断，下一招棋王棋九段准备了什么好手，我也不太清楚。难道他还能这么打过去？打过去那就不知道损啊，打完了自己连啊。对啊，贴也不行啊，贴是被人家拐过来，这个有点麻烦。不太对啊。对，长好像他拐过来就行了，你贴他拐过来好像是不是也是？这已经挺麻烦的了。挺麻烦。不知道怎么活了。对。所以这个顶断好像挺严厉的，就很朴实嘛。因为这个棋白棋在黑棋靠下来的时候，第一个这个扳被人家一断，它恰恰借力，就你人多的地方它给你扭断，你讨厌。你就两个子的地方，像这个地方扭断啊，其实不严厉，这种扭断讨厌，好就不愿意扳，当然不可能立，你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会退，是吧？士可杀不可辱，绝不能走这个。好了，那你推理，你说他下什么呢？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个顶断，是吧？对，当然姜维杰九段他想的更多啊，他干脆就把这个搬了，这个搬也行，很酷，更火爆，很酷，非常火爆的下法。这个就会看，也许姜维杰认为下到现在他这个形势不好，也许他认为不好，对，才这样跟黑棋王棋拼啊。但是我觉得您这顶断挺好的，如果说能把这两个子吃下来的话，我觉得白棋吃一点点就行了，形势肯定刚才不吃不是都也没输吗？对啊，吃一点点就行，就至少不输啊！这棋他大吃，尝一个。哇，这棋真是！现在他们年轻人的棋，这个身体也好得不得了，非常愿意进行这些非常复杂的计算。我们围棋它真是既是一个智力活动，也是一个体力活动。对，这绝对是需要体力的。对，因为下到后面，你下了五六个小时以后，一般。2小时45分，两个人都用完了，就5个半小时了。然后越来越复杂。然后到了读秒的时候，还得保持那个精力越来越集中，要比前面更加集中，因为这个时候是需要计算的时候。对。你一点都不能走神。一点都不能走神。你说写意的，做设计架构的这些还可以。可以歇会儿，你累了，你可以歇会儿。而且有一些错误好像。不要命，可以改正，不要命，就宏观思考的错误啊，其实在围棋盘上不要命，因为围棋它天地大，你怎么下都可以，你在这儿修一幢楼可以，你在那儿修一幢也可以，只不过在这儿修也许更漂亮一点，经济价值更高一点。
它计算就是什么呢？你这幢楼设计修完了之后，它塌了，楼塌塌，楼塌塌，你这个怎么受得了啊？你算错了。对，这是一盘棋的输赢，而且关系到你整个队啊，有可能。嗯。所以说压力很大了。他先断了一下，在这儿。哎，这有趣的一手，这个断是有趣的一手。做了点准备工作。对，然后再弯吃。哎。因为他如果单拐的话，很有可能人家脱线就把你这。哦，这个吃了不行，对，这被他吃了好像输了。嗯。所以他必须要断一个，下一步要求要提掉。对。但白棋呢，这个时候呢就有点不肯，他不肯这样。这样他提掉。被人家抓掉。嗯。这样提掉就不一样，他的逻辑性就是，如果你单拐的话，你下一步一吃他是要长的。对。对，他先断呢，就是如果你硬别的，你硬要硬啊，你如果硬别的，他挡一个是先手，他就活了。这差多了。对，所以这个看上去送死的这一段啊，是九段高手的妙手。嗯。哎，好，我们接着看，他叫吃。他乖的，白棋长。那下一招将又一接，哎呀，这个长对他影响大一点，提干净一点，走哪一个？读秒的时候，这个棋手简直难受死了，就不知道下哪一个好。哎，这棋眼看黑棋是一个要崩溃的样子。是。嗯。看着好像不太行，对，白棋接上。对，看着就崩溃。你不就是长出来吗？长出来人家一跳棋，你这是怎么活的？对。你交代给我看看。活也输，活也输，活他一靠出来一渗透进来，你也输了。是。嗯，这也不行。但是。哇，这招。黑棋可以靠在这儿。这个就是那种，小球就是那种血拼。嗯。下到后来子弹也打光了。血战。这个。战友也都倒下了，这会儿你端着刺刀就冲上去了，要肉搏战，真棒！哎呀，这招棋好，对，真下得漂亮，对，确实。要没有这招棋，我觉得黑棋都没法收拾了，在这边。嗯，对。接下来怎么定棋？命悬一线，对他。这棋已经不太行了，这。所以我觉得可能王棋九段啊，在这靠下来的时候，他经过判断，他发现这形势黑棋可能确实不太好，嗯，可能不太好。所以姜维杰一段的时候，他觉得来得正好，所以拼得很，拼得很猛。嗯，他靠的时候呢，白棋这个时候很痛苦，他搬人挡住，他正好冲不过去。哎，差一棋。首先我们回忆一下，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两招交换了，然后他这个就行了。然后这个搬就成功。这就行了。如果虎一接上就行了。没有打吃啊，打吃啊，一顶啊。对，一顶。这不就行了吗？而且当时你顶的时候，他只能退，他还不会挡这个。哦。嗯。所以嘛，我觉得这个他是不是戏剧性就有了？这盘。所以当初没有交换。没有交换嘛。当初交换是便宜的，还有这个没交换的，待会儿我们可以看到。哎呀，哭都哭不出来。我们看一下实战吧。啊，所以呢，有些走熟手的这些高手啊，你比方说过去日本那个小林光一，他就定型很快，他走的熟手特多，就是老早老早就开始定型，啊、嗯，长一个。那么，哎，他也有他的长处、啊。白棋冲。啊，你们这些是很雅，总是保留变化。这个雅是有了，但是需要的时候就不行了。围棋要雅俗，他是接上这个雅俗共赏，他本来就是啊，同时要雅俗并进。白棋很郁闷的是，发现怎么你都接不上，你接上被人断掉，正好是把他闷死了，啊、气不够，气不够，差一气啊，所以说很郁闷，只能在这边。我但是这个看上去好像黑棋也不行，嗯，因为白棋中间气比较长嘛。然后他先冲断掉了，对，对，非常精彩啊，咔嚓一断，断、啊、下边一招棋这个。这招棋王棋下得好，我觉得要像他，像这个九段高手了不起。嗯、就是第一个，当然棋本身这个气长，中间要杀气；第二一个，本来这个在读秒当中随手要打掉的，又延长一次时间嘛，又占官子便宜嘛。但是王棋一直没有打，我们后来可以看到，有机会我再来渲染他了。好，这两个理由说明确实高。那么白棋下一招姜维杰这个也高，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变化。其实我估计小秋我们时间不对不足了，太够了、嗯，所以我们就赶紧给大家把它摆完。摆哦、他这还不打，接上，拐一个，拐一个，收气，黑棋收气、接上，收气，收在这儿，收在这儿，行。然后收气，收气，招招棋，招招不离后脑勺，必须都收气，收气，对，团住。白棋叫吃，现在白棋是叫吃，对，急打、啊、是急打，然后黑棋又刺了他，刺就是，你看王棋他就细到这个程度，他刺的官子比这个叫吃好，因为下一步他可以走这个，然后他收气，嗯，在这儿爬一个，最后呢就形成了转换，啊，他急打的时候，白棋提劫的时候，他长了那个，他长了这个，然后白棋把这个全部提掉，最后。黑棋一加进去，因为你搬，它这个子可以长，
没有靠到，没有靠到这一下，所以这块棋死了。啊，好，那么最后呢，这盘棋呢，就是以执黑的王棋中盘战胜了姜维杰。嗯，非常这微妙的变化，就一点点细微的变化。好，那么我们的棋呢，就为您讲解到这里，谢谢您收看，再见。感谢两位讲棋大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今天的文评论道到这里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棋行天下，棋乐无穷，各位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